全部都让基隆吞下去，那真的可以说是门都没有。当然就是秋后算账，政治斗争是民进党政府一贯的做法。不能说因为你选举选输了，你就要惩罚选民吧。市长应该多努力一点，也多去了解一下基隆捷运。今天我是基隆市民的话，我一定跟他吐口水啦。你们今天可以这样子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吗？基隆人是这样子吗？可以让你随便骗随便跳票？这个基隆捷运又不是开到谢国良他家去，怎么会有这么无良的政客？